一踏进宛如实验室的工作坊，就可以感受到 Momo 与 Bunny 对产品研发的坚持与用心。荣获基隆好物之一的基隆屿的秘密扩香组，每一组都独一无二。这个是跟那个设计师合作的，然后也是基隆好物辅导的一个成果。然后就是一开始是做手工皂，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把它变成是扩香石，这样子就是可以延长它使用的那个寿命，然后就是可以滴精油这样子。就是展现基隆在地的味道，也要运用在地的特产。这一款石花菜手工皂也荣获基隆好物，就是做一个在地的材料的应用，所以我们就找了那个和平岛的石花菜。然后因为石花菜里面的那个也有丰富的那个胶原蛋白，然后对皮肤跟头皮都是很好的，所以我们就是也是有把它萃取在里面，然后就是用在地食材，然后也可以减少碳足迹，然后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基隆的产品，然后就是又是结合到我们最主要做的皂跟洗发饼身上，减少碳足迹，也打造出专属基隆的在地产品。 Momo 与 Bunny 把清洁产品固体化，善用各种不同植物的原料特质，让消费者洗得安心又舒适。那我们主要就是把那个浴室里面的产品然后做成固体状，就不用瓶罐。然后像这个洗发饼的话，就是它跟皂不太一样，它的成分没有含皂，所以它洗起来不会，头发不会涩涩的。然后另外也有这个是润发，润发我们也把它做成固体状，然后就是润发饼。那像它这个上面颗粒的话，它是海盐。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是现在比较少见，就是它是卸妆，然后我们就把卸妆乳做成固体化，一般眼妆啊彩妆都可以卸干净。从产品到包装，每一个环节都讲究自然、手工、新鲜及环保。透过无浪费的制作过程，搭配简单的视觉概念，创造出一块块洗沐新选择。专业也是在于就是做一些洗沐商品，那所以我们就希望研发更多这像这些产品，然后能够让就是地球可以更少一些塑料类的东西产生。致力于研发适合台湾人肌肤状况的清洁用品， Momo 与 Bunny 对产品研发极为坚持，从友善环境出发，让专属于在地品牌的实用产品无远佛界的传递出去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